听说你最近打算买车嘛，选的怎么样啊？再看北京越野 BJ60， 一辆加玩豪华越野车，续航超1000公里，听说零百加速6秒。你这选车眼光是不错，但你这自我定位，哎呀 ，BJ 六零让家玩不值得家玩，倒是很符合你这爱玩的性格。是，所以选车时候我媳妇比我还激动，她比我还野，说带上老丈人、老丈母娘一起出去了。BJ 六零完全可以啊，5米多的车长，快2米的车宽车高，内部空间也足够大，全家人去郊游爬个山妥妥的。关键是我怕给老丈人、老丈母娘玩出个好歹来。内饰中有很大面积软包覆处理，你就放心吧，只要你别起飞那就 OK。另外座椅加热、座椅通风，甚至还有座椅按摩，给你二楼伺候的明明白白的。想想就觉得美好。Nice。以前想着和兄弟们组局开着越野出去浪，但是一直没能实现。以为成家之后酷和玩就和我不沾边了，但是没想到 BJ 六零不仅实现了我梦想，还能带人家人一起酷玩起来。谁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？小点声，吃饱了偷偷打嗝没人骂你，当众气压可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而且出去参加聚会，这辆 BJ 六零也能给足我面子。之前和兄弟们讲到的分时四驱、三把锁、非承载式车身，还新加了如行模式、ATS 全地形系统，这些越野硬件该有的它都有，别人没有的它也有。钱准备好了吗？拿捏了，等到时候能订车了，我要带上我媳妇儿赶紧去试试。等以后我有了儿子，也可以带上儿子酷玩起来，再有个女儿那就更完美了。到时候我们一家人。